这是一条神奇又壮观的河流，它是上百年来全球航运的捷径，也是被誉为世界七大工程奇迹之一的世界桥梁。它就是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重要航运要道巴拿马运河。巴拿马运河由美国建造完成，于1914年开始通航，从一侧的海岸线到另一侧海岸线长度约为65千米，而由加勒比海的深水处至太平洋一侧的深水处约82千米，宽的地方达304米，最窄的地方也有152米。但是这个19世纪的工程奇迹在一段时间内几乎应付不了21世纪全新的需求。如今海上船只的数目不可同日而语，如果运河无法让船只通行，很多船运公司自然会另辟蹊径。今天就走进巴拿马运河，一睹奇惊人的工程壮举，媲美摩天大楼的巨大船只拖着庞大的河再来到这里。他们全都挤在全球最忙碌的水路之一巴拿马运河，每年将近6亿吨的货物跨过这条狭窄水路，从电子仪器、食物到燃料，运河从中每周横切而过，连接着大西洋和太平洋。有了巴拿马运河，轮船不用花4个星期去绕过南美洲，只要10个小时就能横穿而过。但是远不仅如此而已，这件工程学的奇迹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功能，它可以让25米高的船只升起，相当于越过一座山脊。这条人工水道是巨大的神奇搬运架，它依赖一套精巧的船闸系统和一批神奇的机具，绵延80公里，把船只提高将近8层楼，横越整个国家。两条航道各有3个狭长的船闸室，把两边的船只升高或降低。在船闸之间，船只必须穿过不规则蔓延的加屯湖以及蛇形的盖拉德渠道。但运河不只是一条捷径，更是一门生意。这些船只通过一次就要支付平均高达25万美元的渡河费。但这条曾经一度老化的运河面临着百年以来最大的挑战，因为通过运河的轮船暴增，在1914年只有1000艘轮船过河，如今每年已增加到17000艘船通过运河，延误和拥塞成为家常便饭。于是有更多的船只转而取道它的竞争者——埃及的苏伊士运河，因为苏伊士运河更加宽阔深邃，可以应付更大的流量和船只。如果巴拿马希望和对手并驾齐驱，就必须提升通行船只的数量。两艘巨大船只正从相反的方向快速驶向运河，运河的机具差点应付不过来。南下的集装箱船马士基米特号从美国东岸驶向远东，而且急着赶快上路。这艘轮船近300米长，30米宽，它被列为巴拿马极限型轮船，也是巴拿马运河所能通行的最大船只。在运河的另一端，高耸的汽车滚装运输船肯塔基公路号正逐渐接近太平洋的船闸。这艘北上的轮船要把汽车从日本运到美国南部，但10层楼的惊人高度让这艘船变得极难控制。运河还面临另外一项挑战，是15年来前所未见的难题。工作人员在黄昏时分必须重新安装大西洋船闸，这是一道4层楼高、400吨重的闸门。这项任务就交给水上起重机泰坦。泰坦为了安装闸门，必须拦住整条水道，这样就把运河的交通从中切断。运河最多只能空出4个小时进行这项安装作业。这架23楼高的水上起重机必须在2个地方结合闸门，一个是水底的闸门枢纽，还有水上一个狭小的铰链装置。每道闸门立起来平均有6层楼高，重量相当于3架波音747喷气式飞机。泰坦在水上展开作业之前，必须先由运河的潜水员确定水底一切都准备妥当。他的伙伴是一台电动潜水摄影机，也跟着放下水。其他的潜水员在水上监控，首席潜水员检查船闸壁，船闸壁不能有丝毫瑕疵，闸门才会滴水不漏。他也要到水底疏通被称为枢纽球的水下枢纽站，岩石或碎石都会阻碍闸门的安装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潜水员已经收工了，但留下电动摄影机以防万一。巴拿马运河是世界最贵的收费站，一年要通行17000艘巨轮，按照单船平均25万美元的过路费计算，一年的收费将是巨大的数字。现在巴拿马极限货轮马士基米特号正急速接近大西洋船闸，这艘船垂直叠放6层集装箱，水平叠放13层，船只重达56000吨。即使动用运河的头号动力升降装置一级船闸，仍是一项艰苦任务。每个船闸室长300米，足以容纳平放的埃菲尔铁塔。船闸的高度惊人，可以叠上6架牵引拖拉机，一个船闸室可以塞进将近3000辆校车。早在19世纪刚完工时，这里还是全球最大的船闸。
但如今像米特号这样的船只让船闸几乎不胜负荷，这艘集装箱船通过船闸前后只有5米的空间，两边只有60厘米的空隙，就像是把河马塞进浴缸里一样。清晨6点，巴拿马运河最好的领航员接手掌舵，他们必须接受8年的训练才能在这棘手的水路引航。克里斯汀森船长从万里之外的香港出发，即使他经验丰富，也不得不将驾驶权让给领航员。不过一名领航员是远远不够的，需要动用3名才行，分别驻守舷侧、船桥和船首。接下来该把船拉进船闸，两名滑手把船只系在引去臂上，神奇的电动机车开始上场。每架电动机车有35吨的牵引力，但米特号重达56000吨，需要8架电动机车使劲往前拉，而且不能撞上两侧的船闸，中间也只有几英寸的空隙。把米特号拉进船闸后，下面的船闸室底板里100个活塞瞬间爆发，大量的水喷出来。上面的船闸朝下面的船闸喷出98米的水，这股强大的力道来自重力。当水量持平后，米特号就通过第一道障碍。与此同时，在80公里外的太平洋船闸，巴拿马运河即将引进北上的汽车滚装运输船肯塔基公路号，这艘船比马士基米特号更棘手。船上装满了高价格崭新汽车，这艘轮船支付运河局将近25万美元的通行费，必须列为最优先处理级，一切全靠运河的领航员保护船上贵重的货物。肯塔基公路号要在72小时内把这批货运到美国东岸，由于这艘船吃水不深，因此水面下的阻力较少，速度也快得多，但船只轻盈高耸难以控制。把这艘船引进船闸就像在航母上降落喷气式飞机，它必须通过3个船闸室。第一个船闸室位于海平面上，但运河的水高出海平面25米，日出时分船闸泄出大量的水，执行另一次精密的起重作业，船只在8分钟后升高了将近3层楼。水平面相等时打开前面的闸门，肯塔基公路号蹒跚前进，再把整个过程重复一次，通过后2道船闸，但船只已不再由电动机车控制，在这些狭窄的空间里很可能发生撞击。此时旁边的船也要同时开出来，两艘船的距离太近，万一发生撞船事件，肯塔基号的船身可能被割裂。因为两艘船的排水量足以填满12座奥运游泳池，所以驶过后会在水面留下某种痕迹。一旦船只加速，河水涌向船只的尾流，产生向后作用的吸力，刚开始的力道会压过向前推进的引擎，另外一艘船的船首就会撞上肯塔基公路号的船尾，肯塔基号的领航员只能下令全速前进。世界上有3大著名的运河，一条是中国的京杭大运河，它最古老，一条是苏伊士运河，它最忙碌，还有一条就是巴拿马运河，它最昂贵。2007年9月3日，耗资50亿美元的巴拿马运河扩建工程正式开工，到2016年扩建结束，通航100年时，长427米，宽55米，深18.3米的第3套船闸将建成，国家的运河收入将增加1倍，成为巴拿马的3大经济支柱之一。扩建后，超巴拿马型船和军舰可轻松通过巴拿马运河，运河货物年通过量也将从以前的3亿吨增加至6亿吨。整条巴拿马运河只有一个地方能让大船彼此迎面驶来，这里就是加屯湖，只有这一段水道可以容纳双向行驶的船只。这片湖泊的面积广大，运河管理人员只能维持小块区域的安全深度，集装箱叠得很高，领航员只能看见前方的船只。领航员把浮标放在湖面导航，通常他能看见8个浮标，如果下雨只能看见3个，因此巴拿马运河的领航员都配备高科技工具，这是一台特制的笔记本电脑，加装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航海资料库，它能指出领航员的船和运河其他船只的精准位置。接下来领航员把米特号巨轮加速，以便加强控制快点转弯，但是大雨影响了所有人的视线，在零能见度下轮船必须完全停止。不过马士基米特号是出手阔绰的大客户，运河局保证今天一定会让船通过。接下来运河最狭窄最棘手的一段就快到了，从巴拿马运河的加屯湖连接到太平洋船闸的水道被称为渠道，就连最有经验的领航员到这里也会胆颤心惊。这条水道不光窄得不得了，还有9弯18拐，渠道两侧和底部都是坚硬的岩石，稍有不慎就会把船身割裂。这艘散装船在2001年就发生了这种遭遇，船底被割裂导致进水，直接炸穿陆地分水岭凿出的渠道，坐落在2个地壳板块上，
地质活动频繁，仍使这里的岩石特别不稳定，所以地面上的土壤每年有几亿吨塌进渠道里。保持水道畅通的唯一办法，要靠全球最大的水底运土机破坏双排档登场。巴鲁号是全球最强大的钻孔平底船，还有克里斯汀森号是全球最大的铲斗挖泥船。运河疏浚大队利用这种利器运走的泥土，比当年修建整条运河时挖走的还要多。接下来他们要负责把运河扩大改善，目标是让巴拿马运河能应付新一代的超大船只，像萨凡纳快航这样的集装箱船，比马士基米特号长30米宽10米，船只的体积也只会越来越大，超巴拿马极限型和更大的船只也是越来越多。如果开不进运河，巴拿马运河的顾客就会被苏伊士运河抢走。这是唯一贯穿亚洲和美国东岸的另一条捷径，这条路线比较耗时，但苏伊士运河比较大也更便宜。于是巴拿马运河公布了落成以来最有企图心的计划，耗资50亿美元进行扩建，兴建第三组船闸，可以容纳2倍的水量，并加长120米。扩建计划将使运河的运输量加倍，但渠道也必须随之扩建，以容纳未来的船只和现今的巨大船队。巴拿马运河承担着全世界5%的贸易货运，扩建计划是一个3阶段的计划。第一步是把渠道截弯取直，第二步是加深渠道底部，第三步是拓宽水道。把渠道截弯取直是小意思，工作人员用炸药把渠道2次炸毁。在第二步加深渠道时，就需要用到巴鲁号钻孔平底船，光是甲板就相当于2座篮球场，高度相当于10层楼，强而有力的钻头可以钻到海底近25米深处。巴鲁号的水底任务是在14米深的水里埋上炸药，然后引爆，钻头向下直达渠道底部，重金属和岩石硬碰硬，钻头向下再钻9米深，该埋炸药了。这些簧管每根装有3公斤炸药，但工作人员必须在钻杆里塞入高达60公斤炸药。为了今天的大爆破，他们在40个洞里塞入高达1.5吨的炸药。爆破开始后，2500立方米的坚硬岩石全都炸得粉碎。现在要进行第三步的拓宽。克里斯汀森号重达4200吨，它是全球最大的铲斗挖泥船，最大的特色就是巨大的铲斗可以举起8辆校车的重量。它最大的作用就是疏浚工作，铲斗装不下的蛮石还需要进一步爆破，在石头上钻洞并塞入炸药，然后把蛮石放入水面以下，很快它就成为碎片。此时在太平洋船闸这里，肯塔基公路号还不能开进渠道，这艘汽车滚装运输船正在进行惊险的会船，在巴拿马运河相反方向的加屯湖雨还是下个不停。集装箱船马士基米特号正深陷大雨中，领航员熟练地从旁边的大船身边开过去，米特号终于抵达加屯湖尽头，下一站就是盖拉德渠道。肯塔基公路号也即将从另一端进入渠道，最终两船会在中间相遇。肯塔基公路号绕过第一个弯道，前面还有3个弯道，最终的考验在渠道末端，和正在作业的挖泥船擦身而过，相距只有45米。肯塔基号终于安全通关，但是天也快黑了。在运河的大西洋船闸这里，力大无穷的水上起重机泰坦开了进来，起重机拖着刚整修好的船闸准备再度安装。现在要采取第一步把闸门沉下水，第二步泰坦必须把闸门和枢纽球的支点结合，也就是水底的枢纽点。泰坦强大的液压式起重机把闸门往前推，工头可以用水底摄影机确定闸门对准了位置，接着进行第三步把闸门滑进顶端的结合点。起重机必须让闸门完全水平才能安装妥当，误差范围是1/10毫米。现在水底摄影机该派上用场了，摄影机潜入水中显示泰坦圆满完成任务，闸门和枢纽球结合了。工作人员用液压式千斤顶开关闸门，然后焊接工人动手干活。经过艰苦的4个半小时，这道400吨重的闸门终于装好了。与此同时，在巴拿马运河的盖拉德渠道，马士基米特号集装箱船正加速前进，到了百年大桥代表已经通过了渠道，接下来要通过太平洋船闸。在黑夜尝试通过船闸有其危险性，运河局决定让其他船只等待让行。接下来肯塔基公路号安然无恙地开进大西洋船闸，在经过下面两个船闸时，通过最后一组闸门就可以回到汪洋大海，驶向最后的目的地。巴拿马运河为他们省下了4星期的航程。此时米特号也终于通过太平洋船闸，这条19世纪落成的运河日夜拼命追赶21世纪的需求，明天又有一批接着一批的超大轮船要过河。
好的，这就是世界七大工程奇迹之一的世界桥梁巴拿马运河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，欢迎订阅关注频道，咱们下期再见。